有的人可能天生就是你要做什么是注定的，我老有这么一种冥冥之中的一种感觉，很小很小就喜欢画画。In this studio, An Jing fulfills her childhood dream day after day. Oil painting is something that she found herself crazy about at an early age. 你看这脸部这一块就是第一遍的颜色，包括胳膊，包括手，这第一遍的颜色。其实它这个结构啊什么的都已经很充分了，一般脸部皮肤啊起码要四五遍才会呈现。中国画它比较讲究写意性，油画尤其这个传统油画它是比较写实的，更能调动我的兴趣，也是我在这创作过程中感觉到那个乐趣无穷的那么一种绘画形式。但是后来画着画着又回归到了中国传统元素，要用西方的油画的形式表现出来。最早学是画那个什么工笔画，还是有这个情节的，在画画中会不时出现这种一种国画的语言在里边。Having worked as a middle school art teacher for more than 20 years, An Jing found her students, especially teenage girls, particularly beautiful. 大家记住了我，也是因为那个中学生系列，我画的是十三四、十五六这个是年龄段的女孩。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对女孩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阶段。哎，她又很你说的太对了，她又很单纯，但又开始有心事了。对欧洲绘画之中，这个油画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它要厚重，它这个颜色要层次感很丰富，画面相对来说是比较暗的。但是我画中学生，尤其画这个青春期的女孩，我想把这个调子提亮，我不想画得很压抑那种感觉，我就把背景给它提亮。提亮的时候，它那种厚重感又没有了，所以在这个中间，我就一直在找一个，平衡啊。后来我就发现了逐渐一种，亮灰调子，一种高调的这种感觉。10 years ago, An Jing decided to be a full-time painter. She then had more time to work on how to use Western painting skills to pres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我在河北农村有十几年的生活经历，对农村女孩在某一个季节里她们在干什么还是印象挺深刻的。最记忆深刻的就是那些点儿，搓麻绳、绣花这些。所以在民俗系列也常常出现。中国民间的这个色彩搭配它很有特点，你看尤其是大红大绿的搭配，它很常用，产生那种视觉效果特别有冲击力。所以我在这画面中也进行了一个探索，就是怎么让它在这种油画之中出现很美。我觉得一个画家呢，他是最诚实的，为什么？他所有的经历都会在他作品中体现出来，其实画的都是自己，哪怕是在聊斋这种神话题材的画家里，对也是。我就要把咱们中国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这种神话故事介绍给世界。这个艺术空间呢，去年其实就已经。Then An Jing took me to her art space, which showcases some of her classics that feature the well-known Chinese literature 聊斋志异，主要是展示一些作品。这个《聊斋》系列呢，前前后后我有画了有8年的时间，画了有27幅作品。这个系列的作品呢，不光从形式到内容来说，它非常有咱们中国鲜明的这种文化传统的特色，所以呢，也可以说是我某一个时期的一个代表吧。More than 300 years ago, scholar 蒲松龄wrote nearly 500 stories about ghosts and demons to reflect the social problems of that time.When recreating them, An Jing added some of her thoughts with brush strokes. 这一幅叫狐嫁女，就是狐狸嫁女儿的情景。狐狸嫁女儿。应该说这幅画把我这个整个聊斋系列那种魔幻现实主义的特色体现得非常充分。那所谓表现的神鬼狐妖，其实它就是人世间的故事，把一些民俗艺术的一些形式给它加进去。这个我就用皮影这个形式。所以皮影是您自己给它创作进去的？创作进去的。这个皮线呢，我就用这个小松鼠来操纵它。还有你包括这个吹唢呐啊，那么我就用一个小狐狸在这吹唢呐。萝卜的这种形象其实是人们
内心世界的一种表达。它既是现实的，又是玄幻的，同时它又是内心里的。聊斋的人物都特别的美，里边写的都是鬼啊、仙啊、然后妖怪啊，他可以天马行空的去想象，放在文学作品里边那么去描述。那您放到实处，把它变成具体的形象，那您的这种创作思路是从哪来的？对，我觉得您问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油画它就要画出真真实实的存在感，对吧？那这种玄幻感你怎么体现？其实这里边我就借鉴了很多中国绘画意识，这种虚空空白，把这种语言这种形式都给它借鉴去，包括这些你可以认为它是烟雾，同时呢它也可以是云雾，它也是分隔空间的一种方式。既然我是个中国画家，那这种根深蒂固的这种艺术形式的影响是在我骨子里的。这一看就是一幅中国中国画家画的油画。那个是给蒲松龄画的肖像吗？对，这一幅呢，我这个聊斋系列呢画了20多幅，都是在画女性，唯独画了一个男性，就是蒲松龄本人，作者也是对这个伟大作家的一个敬意吧。照着哪儿临摹的吗？这个蒲松龄呢，其实他留下过他的画像，但是是线描。清代的画像留下来其实都是比较抽象的，比如说乾隆、康熙，这其实也是同时代的，跟他们是。对呀、您看到的那个原型也是那种。对，就是线描的形式嘛。那油画之中它就真实存在感，那就感觉它不是一个轮廓，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人真真实实坐在这里。他在写完书，他很疲劳，同时呢，他又浮想联翩，就这么一个情景。画女性题材，尤其是这种比较唯美的这个女性题材，是油画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但是很多都说画得好的是男画家，我画这个女性，我是感觉和男画家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男画家他对女性是一种欣赏，是一种从外到内的一种欣赏，而我作为一个女性本身，我是从内而外的，尤其他的眼神与你交流，来告诉你他的故事。李琼 ，CGTN， 北京。